下一集的《Horse Table 二》，阿呆，惠生虫决定和阿呆约会，但却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。马赛和威叔起了冲突，和睦的邻里关系是否就此了结？曾善美劝萧敢当要更加主动，他们夫妻俩会成功复合吗？《Horse Table 二》星期五早上11:30，八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《Horse Table 二》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温馨带给您。